摩登群侠，又名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之狂欢万圣节，讲述了一群中二青年拜师学艺，联手对抗企业恶意并购的励志大戏。影片包含制服、捆绑、多人、野外、欧美。这稿子有点黄啊。他是一个屌丝快递员，轻功盖世，来去如风。好像送外卖更有前途。他天资卓劣，胆小怕事，输给孩子，输给胖子，输给洋鬼，却因为憨厚老实练成了神功，带走了女神。他们俩是一对屌丝保安，天资聪慧，武功高强，智商不在一条线，出身不在一条线，野心不在一条线，最重要的是连颜值也不在一条线，却因为自古红男出 CP 不要女神只搞基，最后憨厚老实的那个练成了神功，帅的那个害死了女神。他是一个按摩技师，盛开在风化场所的一朵雪，大搞妇女互助运动，却无意中卷入了经济案件，秉承着再玩两年找个憨厚老实人就嫁了的原则，练成了神功，送出一个女神。所以电影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，只要憨厚老实就能成功，真是太励志了。民间中二 cosplay 爱好者领衔主演，一打架就变瘦的外国胖子，一打架就变瘦的中国胖子，友情客串，一言不合就装逼，话不投机就尬。不如跳舞，聊天倒不如跳舞，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。继续跳舞，谈恋爱不如跳舞，用这个方式相处，没有人觉得孤独，也没有包袱。电影《摩登群侠》塑造了中国第一个草根英雄组织，为当代风气做好表率，将正能量洒向人间，闯荡宇宙，摆平世界，用热血与激情谱写一曲英勇的赞歌。话说你们这么牛逼，为什么不去快手呢？